大家好，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受力后极其牢固的结绳结。首先呢，我们把两根绳头这样都折一下，形成两个绳圈，像这样，其中一个绳圈呢插入另外一个绳圈之中，然后我们把这边的绳头从下方这样绕一圈，再从这个绳圈里穿过去，这边呢也是一样，从下方这样绕一圈，再从这个绳圈里穿过去，穿过来呢我们这样拉紧，整理一下，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结实牢固的一个结点啊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结点非常的结实，而且呢它是越拽越紧，绝不缓结，非常实用的一个结绳方法。